宅家追剧应该囤什么零食呢？没有零食的追剧是不完美的呀。华夫饼干除了直接吃，还可以烤一烤，做更多变化。进烤箱，用190度烤5分钟，会发出咯咯好吃的声音，然后给它涂上老酸奶，撒一些紫薯粉，装饰樱桃和我们的小阳台薄荷，香脆化物，醇厚酸奶，甜美樱桃，小零食瞬间变身，颜值+1+1，简单组合，美味加分，轻松做出追剧小零食，你也尝尝吧。